大家好啊，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王向阳，今年25岁，我是一名做酒店管理的。我的择偶标准是，我想找一位能在事业上还有生活上能当我军师的女人。军师？对，因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为他出谋划策的女人。哦，你是要找一位人生导师是吗？既是人生导师吧，又是知己朋友吧。啊，又是知己朋友是吧？好啊，那么我们阳光又帅气的王向阳站到这里了啊，也说了自己的择偶标准。那你觉得你会跟哪一组最匹配呢？我感觉我都匹配吧。你都匹配？对，百搭是吧？差不多吧。来，我们看看大屏幕，看看塑料网大数据公布的匹配度最高的是几号家庭。这个大屏幕看完了，你和3号啊，我们的冰冰匹配度高达92%啊，请3号多多关注王向阳好吧，这个自称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好吧。好，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有请丈母娘。背后的大屏幕上有王向阳的4项基本情况，大家可以挑选一项来问。来，1号。你好，阿姨好。我想问一下你的生活情趣是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平时就喜欢浪漫一点吧，喜欢跟着女朋友出去逛个街看个电影，然后就是在都有长假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块儿出去旅游，然后下班了最喜欢那种就是下班了能就是他回家了就有饭吃。我想问一下家庭状况。母爱如山。从小一直就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爸爸就在外边工作。妈妈从小对你管教很严吗？从小我跟我妈的话，我俩从小就是她是我姐，我俩就是以就这种方式去交流，就是啥都可以去说的那种。我妈对我影响其实她就是在我心中是一个女强人。3号。我想问一下你的收支情况。我收支情况的话一个月就是8000到10000。我就问，就说你平时你那个经济来源，你就像你，我看你还是个浪漫型的，就是你那钱够你花吗？你不够花的话你用你妈的钱吗？因为现在我是一个人，肯定够我花。我想问一下这阳光男孩，你的未来规划是什么？啊，我要当老板。未来规划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店嘛。啊，那你这个目标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一个成功的男人不都是30岁吗？所以呢我的时间还有5-6年。开酒店的话它需要很多资金，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过呀，一我有我自己，第二我有身边有很多就是做投资的一些人。我看你现在说你有车有房，那是你自己挣的呢还是父母帮你垫付的？有我自己，我给父母的钱，但是父母也出了一部分。既然你长得这么阳光帅气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呀？我就是没有喜欢上那种，因为现在的女孩第一她就是物质上的生活很就必须要去满足他，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生活物质上都是互相的将心比心之类的，就不喜欢特别实际，喜欢充满浪漫，喜欢谈情说爱，不喜欢谈钱是吧？钱这个东西是可以谈的，物质生活是每个人都所需要的嘛。我可以给他最好的生活，但是前提是不要太过分就行了。因为女的是需要去宠，但是的话现在这些女孩就容易被宠坏。对。还有问题吗？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女儿被宠一些。我刚才听1号家庭问了你，就是不会宠女朋友，那我问你，你会不会因为爱她去宠她，去改变你这个想法？之前妈妈说觉得你不会去宠女朋友。我会啊，我没说我不会。因为你说宠多了会宠坏。对，有些女孩她是真会宠坏的。对。我就是问你，就是你感觉会把她宠坏，但是你真的去爱上她了，你会不会改变你这个？我肯定为她所，她如果不喜欢我有些事情，我可以适当的去为她改变。前提是我不喜欢你的事情，你也得需要为我改变。那我问你，那个适当是什么程度的？比如那个看他喜欢是哪种呀，对不对？不喜欢哪种？那本来人这个意见和意见都是有分歧的，你觉得对，他不一定觉得对。那俩人可以坐下仔细商量商量嘛，对不对？
那他觉得你应该去宠他，你觉得你不应该宠，这怎么办？我应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我喜欢你，我就要跟你，我要去宠你，但是前提是别过分就行了。因为就是还是之前那句话，女孩永远会宠坏。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在你心里面，你认为什么样的女孩是会比你宠坏的？就是那种得寸进尺的吧，你对她特别好，今天给她买这儿，明天给她买那。当你有一天，你就是生活中还有经济中出现一点问题之后，他就觉得你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真实是我感觉到对你的最深刻的印象。好了，通过这一轮的了解之后，现在丈母娘们，你们可以做出选择了，你们要继续吗？请考虑。一号啊，一号你知道吗？之前一直一号我感觉老面熟了，你知道不？是吗？真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他，没想到今天搁这又碰见。《红楼梦》里的这么老的段子你也用？不是，真的好像熟得很。你知道一号之前啊，他就老探着头在这偷偷瞄。其实感觉因为刚好我站到这边来，所以我就能看到他，挺好的。还有二三四人三位都给你留帘子了，好吗？啊，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挺好的，来二号，大家都挺好的。但是一号比较独特一点。好吧，那一号，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我觉得我对他印象挺好，就通过他刚才的，就是跟你的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就是他说的他的一些观点，我都非常的赞同。嗯，好的。你上台来说要给你后面一个支持，给你的工作各方面支持。我女儿在这方面是非常优秀的，啊，她特别会计划，而且在你的工作上，她是会给你很大的支持的。嗯，你二号不说两句吗？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军师。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爱之初体验。我是王向阳。他是我的第二任，他影响了我整个爱情观。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去跟我铺设一个很甜蜜的未来。现在就是越喜欢越不敢在一起，然后越不主动越不可能在一起。我的择偶标准是，他最好是一个有智慧的女生，能帮我在各方面出谋划策。你愿意做我的智多星吗？没有想到啊，你这么帅竟然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啊。对吗？看来帅不顶事儿嘛。是。好了，那看完 VCR 之后，我想大家也有一些问题。四号，我觉得挺阳光帅气乐观，像一阵暖风袭来。但是呢，你说你想找一个军师是吗？对。你觉得我像吗？从感官上，感官上有点像吧，但是有点像，得去接触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男人应该不会找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像夜叉一样的霸道的管着她吧。霸道男人就得被管呀，不管这个男人成不了大事嘛。嗯，挺好挺好挺好。还有吗？没有了。好，来三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率真、很幽默、很直爽的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说是因为在录节目啊、上电视，他对自己有一些修饰，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性格的，希望有机会继续了解。啊，你还有问题要问吗？在下面就该是决定了。问题是我想问一下你的脾气怎么样，我感觉可能会。特别暴是吧？对，我是狮子座男孩嘛，脾气反正特别好。是谁说狮子座人脾气好的？我感觉我就是脾气老好。狮子座都是要具有掌控力，一定要说了算的，脾气一般都不好。但是我不喜欢我去管他，我喜欢人家来管我。
哦，因为母狮子呀，不知道嘛，反正就是我喜欢受虐吧，就这样说。好，这回答满意吗？挺满意的。好，就是在一起的话，真如果牵手成功的话啊。以后你肯定下班之后能吃一顿特别好特别舒服的饭菜。你会做饭、啊、你是在家做饭的？我做饭特别好吃，我录完节目回家给我妈做饭吃呢。很棒，厉害厉害。嗯，来二号。假如一个女孩的内在和外在加起来是100分的话，你觉得以你的条件应该找多少分的？嗯，以我条件我找个80分就行了。好，谢谢。你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准确吗？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挺高的，挺自信的。嗯，好的，来一号。假如说以后我们在一起，我出去跟我的男性朋友出去玩，你会不会就是刨根问底不放心？人嘛，都有异性朋友嘛，谈恋爱这个价值，谈恋爱这个观点哦。两个人都是互相的吧，50%的自由嘛，然后50%的占有嘛。说实在话，其实我觉得王向阳站到身边之后啊，就总是觉得他自己的那种情绪和气质能够感染到他旁边的人。但我总觉得，如果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我总觉得他看起来让我太不放心了，是不是？又是帅帅的，又是高高的，然后又很洒脱，又很狂放不羁，这样的男孩应该很招女孩子喜欢。但是没有想到，大家都对这个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啊，李璐老师，说明咱们今天的女嘉宾每一位都很自信呐。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但是两个人其实你也不能说是完全指望着你的老婆、你的媳妇儿来给你计划你的未来。你得也有，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有自己的担当，有自己的主见。那个石磊老师不要带偏，他没有说这个意思，这真的没有说。他说的智多星，他不是说找一个保姆，要带着我照顾着我，不是。他说是智多星一些听取意见，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女士嘛。打个比方，三国时代诸葛亮那么厉害的，他的媳妇黄月英那可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牛的这个脑子好的女士啊，对不对？嗯，好了，现在又到了决定的时刻了。如果通过刚刚的交流和沟通，你们觉得王向阳确实不错，请你们点亮手中的星星，请考虑。大秦太极之源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我觉得我现在不应该把钱留起来放到银行里面，我觉得我应该更好的包装自己。本节目由陕西人的金牌红娘搜恋网独家冠名，共享单身全民热恋，搜一下就恋爱，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搜恋网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更有节目福利等您来拿。太极之源，生命之源。本节目由将大自然最原始的每一滴水与您分享的大秦太极之源富硒富丝珍稀养生矿泉水特约赞助播出。见证每一份真情，本节目指定用酒窖零西凤酒，不畏时光，不负真情。一号，你愿意跟我走吗？啊，这什么意思？好，喜欢一号吗？那么一号，我先看看你们的决定是。好，请一号上台来。来，好，现在一号已经站到台上了，在大屏幕上有一号的4项资料，你可以选一项来提问。都想看吗？啊，都想看，只能选一项看。那都想看吗？都看看吧。只能看一项。情感经历吗？你不挑素颜照是害怕自己后悔吗？我不挑那些。遇人不淑。就是跟男嘉宾可能有点相似，就是之前也是谈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恋爱，然后就是也是，一样。哦，嗯、也是被对方的情感给欺骗了，是吗？好，你们两个受伤的人看来今天注定要走到一起。好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王强阳，你最想问他的。你愿意跟我走吗？我牵着你的手
你的手还抱着你自己的胳膊呢。咱俩去没事看个电影吃个饭，等你下班了去接你下班，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回家一起做饭。周末了牵着你的手就带着狗，咱们出去一起玩。但是我比较喜欢，你到底是牵着手还是带着狗？牵着手带着狗吗？带着它出去旅游吗？你愿意跟我走不？我愿意。真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就是爱。